我吐了，咬坏了，看看，腿掉了，干啥呀？吐了，过来过来，吐了，拿来，吐了吐了啥？吐了，什么玩意儿吧？你说一秒就坏了啊？我就说不给他玩吧，家人们，你们说的非得给他们玩，你们非得给他们几个玩。啊！我寻思本来打算把这个玩具给三文玩呢，啊！这狗在咱家遭老罪了，老铁们，这玩具在咱家都遭罪呀，真的，老家们，玩具在咱家都遭罪呀。行了，行了，差不多了，给人咬坏了，出血了。干啥呀？咬坏了，露肉了！我的妈呀，又他妈折两条腿儿，又折两条腿儿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，你瞅瞅！吐了，谁不值钱了？吐了，小明啊，吐了！妈，又折一条腿儿，妈四条腿都折了。我操！完了！完了！哎，你说说吧，家人们，我跟你说，啥玩意能留住不？啥玩意都留不住。2分钟报废，你说啥玩意能留住不？非得要给他们玩，哎呀，赛文也是，赛文总爱叫唤，不给他玩他就叫唤，玩吧也不好好玩啊。他们玩吧，家人们，你们总说，哎呀，赛文爹，你给他们整点玩具，是不是？你给他们整点玩具，哎呀，家人们，你说谁能整得起这个玩具呀，老铁们啊？谁能整得起呀？那他们好好玩行啊，他不好好玩啊。小牛蛋，来把玩具拿来，小牛蛋子。来来来，不要了不要了，看看这整的漏了，漏肉了，快。你们总说咱家没有玩具，家吗？咱家这不有玩具吗？我给你看看来。扭蛋起来。这不有玩具吗，家吗？啊，总说三文爹抠，不给他们几个买玩具。就咱家这个玩具买了好几个了，来来来，我给你们发玩具，一人一，来，老师来玩玩具了，快！啊，老爷送给你们的礼物啊，这是送给你们的礼物，玩具啊。这玩具废牙，老爷地址发给我，给下单。你这明明不是买的，是去工地偷的。这玩意还用工地偷啊？我特意买的，家们，5毛钱一块买的，我买5毛钱一块买的，我花了2块钱，我在人砖厂买了4块，在人砖厂买了四块，知道吧？5毛钱一块。你看看你牛蛋子啊！你最恨人，牛蛋子，你最恨人。你瞅你，你瞅，真的，你都快赶上那个破烂大王了啊，迷糊。这玩意吃肚里也不得废呀，能拉出来吗？这玩意吃肚里能拉出来吗？这个是玩具，你怎么把它当成肉了呢？
两分钟都不到，一点不爱惜东西，谁到了？哎，气人！他妈了个巴的，这手法啊，这手法太他妈熟练了啊！这手法一看就是小偷啊！这手法啊，没有五年的功底，他能练出来这手法啊？啊！谁也不服啊！啊，吐拉，这都吃肚里拉不出来啊！我得把这个棉花套子给你拿走的，吃肚里拉不出来啊，到时候肚子疼啊！这玩意这棉花套真拉不出来、啊，你说我是不是应该拿走它，家人们？这个棉花套我是不是应该拿走它啊？我要不管的话，是不是拉不出来，家人们？是不是？喵蛋，快来快来，谁吃肚里，到时候喵蛋给你憋死了。快来，来吐了吐了吐了，喵蛋的来，喵蛋的不玩不玩。老爷给你，喵蛋的老爷给你拿玩具来，喵蛋的来，这个玩具给你了，喵蛋的以后没人给你抢，这给你了，快。你玩这个，你玩这个喵儿，这个他妈扛咬你，你脑瓜子进水了吧你？牛蛋那个扛咬，你这个不扛咬啊！哎呀，放这里了，别吃肚里了。小牛吃肚里没事，我怕小狗吃肚里了，家人们知道吧？你看我这边往外捡你边猜啊，我边捡你边猜啊。行了，吐了吧。哎呀我的妈呀，我可真整不了你呀、啊、你是我爹，你是我亲爹啊。点点亮，家人们啊，咱点点亮啊！老爷他爹别咬了，我靠了！吐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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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牛蛋这个不能吃啊，你吃肚里这不消化，牛蛋的。我把这个毛给他拿走他啊！好了。还有没有了，喵蛋子？还真不咬你，你不有一点不，有一点不错，还真不咬你。喵蛋能咬我吗？喵蛋是我亲爹呀，他能咬他儿子吗？真的，家人们一点不。嘿，小五掏出来的是不是小五蛋子？让我抓的现行，是不是要抓现行的小五？啊？这咱家这狗咋这么多小偷呢？啊，家人们，小偷年年有，今年咋这么多？
干啥呢？这也，你这是也不说话，几点了还不让孩子睡觉？窝里啥都有。我跟你说，小牛他的窝里啥都有，大门都给你拆了。好了，大门都拆了，玩去吧。啊！啊！你一个小牛聪明没？小牛拿着铺来用铺来当垫子。牛是他爸。玩游戏，你玩不玩？老爷开门不就行了吗？来，玩游戏来。牛蛋子，牛蛋出来玩来，牛蛋子，我让小狗回去啊。小狗回去，老大可以出来。让小狗回去，老大就可以出来了。哎呀，你看，哎，你看这小猫，这小猫真厉害，哎，看。啊？你看了吗？这小猫，它干啥？你这小猫能，它能跳吗？它是不是想跳？看见吗，家人们？这小猫，它往哪跳？啊？底特是两瓶啊，家人们，拍一发两瓶底特除臭剂啊，茉莉香味的底特除臭剂啊，现在有活动，有需要可以拍的，看到吗？看小猫了吗？看，老大关心的不叫唤，老大听话啊，小猫老淘气了。你看它能掉下来吗？我感觉它应该掉不下来，是不是？它肯定掉不下来。猫有主人了吗？猫啊，猫都有主人了，家人们啊。嗯，怎么没有看到包子呢？包子这儿呢，包子这两趴着呢。嗯，别让小猫掉下来，我感觉它应该掉不下来，是不是？你家快成动物园了啊？那个猫应该，我感觉应该是掉不下来的。那，哎呀，开饭开饭开饭！哎，好，进。